堂18年，我请李荣浩做演唱会嘉宾，杨丞琳，大家看我就好。杨丞琳 Rainy 今日于尖沙咀举行青春驻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场的记者会，宣布明年2月24日在红馆开操，并由于优先订票也爆满，及时公布加开2月25日一场。而今天适逢杨丞琳入行18年，粉丝们特别送上断片祝贺。提到演唱会，会否请香港歌手朋友做嘉宾？杨丞琳说，嘉宾的部分真的很难想，要想节目环节有没有火花跟主题有无关系，但无论如何都会邀请的。男友李荣浩在名单之上，不是会上台帮手做乐手，他不会了，不会，因我有5年无到过铜管，大家看我就好。男友会否来地骚？不会，香港红馆虽然好舒服，但是艺人要去地骚，感觉十足裸体，不太方便，所以不会了。至于入行18年的心情，杨丞琳表示，觉得一眨眼就过，以前听起来好似好老土，中间有好多复杂心情，最多的是感谢，一直以来比较容易忘记不开心事情。觉得过程是满足美好，今次演唱是来得刚刚好。